你好，我是 Nick 钟胜钟。我是娃娃。我是 Harris。 那相信很多人知道我在搬家，也有很多人在问 House Tour 什么时候会好呢？是哦， House Tour 什么时候好啊？是啊，我很期待耶。你们很期待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带你们去看看吧， Let's go。 耶、yeah, 那还没有进去我家之前呢，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家的这个铁门，它是白杠的门哦，来自 LDK。那除了就是我这个白杠门来自他们呢，还有就是我的厨房的铁花，还有就是房间的铁花也是来自 LDK 的。哇，可是这样子没有独家设计的？当然有啊，你可以就是你要什么设计啊，你都可以跟他们说啊，他们就可以独家设计给你哦。那就很安全了。对啊，很安全，而且这个门是不失美观哦。好，那我进去吧。哇，这个鞋橱很美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鞋橱是来自 Unity Kitchen 的。那我选择这个颜色呢，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让我觉得这边有空间感。虽然这边有一点小，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很突出的感觉，因为它跟墙壁的颜色很接近。感觉你放很多鞋哦。是啊，我很多很多鞋都在里面。你看，这是一部分哦，所以非常非常好用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要开箱我的屋子咯，来。Hey Google, I'm home. Hi, welcome home. 哇，很厉害耶！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 Smart Home， 那小树也要跟上脚步，选择了 Omdia。为什么你要选 Omdia？ 当然要选择 Omdia， 因为 Omdia 是 Smart Home 再结合 Security System。哇，那么厉害！对啊，那接下来小树带你们去体验一下 Smart Home 的功能，好不好 ？OK， 走。这里就是我的客厅啦。那我整间家的设计呢，是由 Stay Space 帮我设计的。我一开始跟他们说，我要的风格就是黑白灰为主的，然后要带点轻工业风，要很帅气、很有个性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 Stay Space 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，因为他们第一次给我看的那个设计图，哇，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好满意，然后很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呢，我觉得 ID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家的沙发是来自 Sofferny，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沙发，因为它看起来很时尚、很好看，非常吻合我家的风格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坐起来超舒服的。小叔，这个沙发可以移动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这样子移动，所以你可以再坐里面一点，坐深一点，这样子看戏。哇，很舒服哎。这很像那个 Go Class 电影院哦。对对对，很像 Go Class 电影院。来，我们享受 Go Class 的感觉。哇，好舒服。哇，很自恋。那窗帘呢？对一间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The Interior 的窗帘非常有质感，他们所用的这个材质都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呢，当你装上去之后呢，整个客厅的感觉马上提升。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呢，这个窗帘你只要关了之后呢，它是可以完全不透光的，所以白天在家里看电影都没有问题哦。好啦，那我现在再示范一下 Smart Home 的功能。Hey Google, open the curtain. 不错、哦。很多朋友来到我家，然后第一眼看到的都是这个冷气。然后很多朋友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这台冷气这么特别，哪里买的？”其实呢，这台冷气是独一无二的。我要非常感谢 Dream Factory， 他为我特别 laminate 的这家冷气，黑色的，所以看起来很酷，很有型。那我特别喜欢我客厅的这个 panel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电视呢装在这里，你看它是尺寸是非常刚刚好，非常 fit 的，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，所以你必须量好这个尺寸，要很准确哦。所以我觉得装进去的时候就觉得，有强迫症的人看了会特别开心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一 part。好，那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珍藏品哦。里面很多很多我的珍藏品，那时候搬家的时候就在想说要不要丢掉一些，或者是送给朋友之类的，但是我的储还够放，所以呢，你看我的这些珍藏品，就是我以前购买的这些王力宏啊、周杰伦啊等等的一些流行歌的专辑都在这边。这一 part 呢就是 Superman 专区，那这一区呢其实都是我的朋友啊、我的粉丝啊，还有我的妹妹，他们就是知道我喜欢 Superman， 然后就买给我，然后越买越多，我就觉得就把他们珍藏成一个 Superman 区。你看
哇哦，还蛮壮观的，我蛮喜欢的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一边，就是珍藏了我所有发过的一些专辑啊、CD 啊、DVD 啊，都在这边哦，还有 USB。你看，哇，不知不觉我也发了这么多张的专辑，啊，非常非常值得珍藏。OK， 如果你们要的话，可能可以送给你们几片呢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OK， 那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好东西给你们哦，你们猜猜看这个是什么呢？那之前呢，我问了很多一些网红朋友啊，我妹妹啊，我问他们这个是什么，然后他们都说这个是灯，就一般的灯，其实不是，它是晾衣架。对，你看，非常非常高科技哦。来下降，它下降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可以把你的衣服啊都挂上去，然后它可以容纳30kg 哦，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方便。而且呢，它有就是杀菌的功能，你看这个就是杀菌，然后烘干，烘干它旁边就会变红色，然后还有风干的功能。哇，真的超方便的，是不是？来，然后晒完衣服你就可以再上身，就结束啦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那我家的天花板是来自 iPad 的，一开始呢是有一点纠结的，因为我的设计师 Stay Space 他大胆的用了这个灰色的艺术油漆作为天花板的颜色，因为一般上天花板都是白色的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天花板灰色会不会太暗？后来我就选择相信 ID 的眼光，然后现在出来的感觉我真的非常满意，让我的整个客厅增添了艺术的气息哦。小树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酷酷空气清新器。那这个蓝色代表什么？蓝色就代表我们这里的空气是非常非常清新。那如果它空气不好的话呢，就是会红色，还有其他的颜色。最好的空气就是蓝色。哦，是。所以这台是非常好，它可以帮你净化我们整个空气哦。那我家的 display area 是来自 Unity Kitchen 以及我的设计师一起设计出来的。我觉得一间家的这些摆设品啊，还有这些艺术品是很重要的，它可以让你家看起来更加精致哦。当然，我觉得 display 区的重头戏就是这个黑色玻璃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有我很多的这些奖项啊、奖杯啊都在里面，非常非常珍贵哦。然后我谢谢 Unity Kitchen 特别帮我设计，我很喜欢这里呢，就有这些灯照射着这些奖杯，所以看起来特别好看。那这个呢，就是 Nick Chung YouTube Channel 超过100,000订阅的 Silver Play Button 奖牌，我超喜欢这个的。什么时候可以达到100,000的这个 Subscriber 呢？我在等着，虽然现在已经是500,000了，我们还有一半的路要走。记得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哦！记得订阅我的 Nick Chu YouTube Channel， OK？ 耶、啊， yeah, 那这里就是来到了我的 Dry Kitchen。那我跟 Unity Kitchen 说，我希望我家里的橱柜啊，都一定要做到最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收纳很多很多东西。你知道有时候搬家就会很头痛，然后很纠结，很难去取舍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这次搬家还蛮顺利的，我很多很多东西都有保留下来，然后都藏在里面，而且藏在里面是看不到的地方，我也不会觉得很杂乱。你看里面真的收纳了我很多很多东西，有一点乱了。然后这里呢，真的可以收到很多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。那再来就是冰柜的部分，冰柜我也选择了就是黑色玻璃，酷酷的感觉就比较吻合整个主题。来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冰柜里面有什么，哇，怎么都是我喜欢的这个 Pepsi Zero 还有 Coke Zero， 因为我最近在减肥，所以都不能喝一些糖分的东西，所以只能够喝这个，这些有糖分的东西留给我看了之后减肥之后再吃。好，那我的微波炉还有就是 oven 是 built in 的，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呢，我要特别为大家介绍这个 oven， 来自 Sense。 这个 oven 呢是非常好的，它是 fully digital， 还有它的这个容量很大，
它有功能很多很多，它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可以把整只鸡插进去，然后旋转式的烤这个鸡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 Omvia 除了可以用 Google Home， 也可以用天猫精灵来控制的，我示范给大家看。天猫精灵，打开烤箱，打开了烤箱，你就可以用咯。那水是生命之源，要有健康的身体，一定要选对的饮水机。我选择了酷酷，而且酷酷的 service 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这个 area 呢，我也非常喜欢，也谢谢 Unity Kitchen， 因为这边可以就是直接手肮脏的话，可以在那边洗手，然后可以喝了水直接在那边洗杯。哦，还有这个玻璃我很喜欢，来自 SD Glass， 它是灰色的玻璃哦，所以看起来整个颜值非常好看。好啦，那看完我的 Dry Kitchen 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 Wet Kitchen 了。那这个 Sliding Door 也是来自 SD Glass， 我觉得很简单又好看又耐看。那这个 Sliding Door 的功能呢，就是可以把这些油烟隔开，所以我的客厅啊就不会这么臭。来，带你们去 Wet Kitchen。耶、yeah, ，欢迎来到我的厨房。那我的整个厨房呢，是由 Unity Kitchen 为我打造的。为什么会选择跟 Unity Kitchen 合作呢？是因为 Unity Kitchen 除了颜值高，然后质量好，还有就是它的功能性超强的。你看我这个厨房的这个桌面呢，它是花岗石，而且它是天然石哦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它跟我家的这个风格很搭。然后你们看这些橱柜的这些表面啊，都是非常非常有质感，所以真的超值得推荐。你肚子饿了吗？那接下来为你介绍我的干粮以及零食区。哇，真的可以放很多很多，而且一目了然，然后很容易分类，也很容易拿出来哦。你们看，看到肚子都饿，但是我最近真的在减肥，不能吃这些东西，下一次才吃。那还有一点要讲的，就是我非常喜欢 Unity Kitchen 的这个 UNS Light， 它的设计呢，让我整个厨房看起来更加高贵，然后更加美观。然后一些角落的地方啊，因为装了这个厨之后，可能有些角落看不到，但是有了这个灯之后，哇，真的每一个角落都发亮了。那我也很喜欢这一区，因为这一区呢就是晾干区，你吃了这些碗碟啊还有刀叉，洗了之后它很湿嘛，然后你不可能直接放进去橱柜，所以就放在这边晾干，然后它的水滴下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直接倒掉，把这个水直接倒掉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，而且你这样子看它也可以算是一个装饰区，非常好看。OK，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就是 Unity Kitchen 的 Magic Corner。 它为什么叫 Magic Corner 呢？你看，噔噔噔，哇哦，就是藏在很角落里面的东西啊，这些锅具啊都可以很轻易的拿出来，因为它这样拉出来，你看，哇，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棒了，应该只有 Unity Kitchen 能做到。好，你看它也是 soft close， 你看我很大力的推，完全没有乒乒乓乓的声音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哇，放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地方，哇，真的是可以收纳很多很多。还有这个，哇，真的是可以让我放很多很多东西在里面，而且是很方便，让我可以轻易的取出来。这个也是。来，你看它的这些抽屉啊，全部都是有这个 soft close 的功能，我觉得太厉害了。那他们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水槽下面呢是完全 100% aluminium 制成的。你看为什么要用 aluminium 呢？其实你这里有时候会漏水嘛，你漏水的话，然后你的厨就完全不会损坏，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些厨啊，它里面是木板的，所以如果你漏水的话，你的厨整个都会烂掉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超赞。那我相信每个人呢都会很怕橱柜里面有这个蟑螂来访，所以呢 Unity Kitchen 的厨真的是免掉这个问题。你看
它这个板呢其实就是很厉害哦，它是可以防蟑螂的，所以完全不怕蟑螂来你家拜访。但我厨房的电炉呢是来自 Sense， 我非常喜欢它的设计，因为很时尚，然后也很美观，它的火力也很大，而且呢它是 Double Ceramic Cooker， 也就是说你任何的锅具呢都可以用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很多人会问说，哎，有了这个电炉，你的这个油烟机在哪里呢？是不是看不到？我觉得这个就是 Sense 最厉害的地方，因为它这个油烟机就是在这里，然后它是隐藏式的，而且它的这个吸尘很大，外观也非常好看。那我厨房的这个窗口呢，就选择了白叶帘来搭配。这个白叶帘呢是来自 The Interior， 我觉得全白的很好看，非常搭配我这个厨房的色调。OK， 那先开这个白叶帘呢，我后面这个窗口呢也是来自 ST Glass， 你看白色的特别好看，还有这个玻璃墙也是来自 ST Glass， 我觉得很喜欢这个厨房，因为整间这个墙都是玻璃的，然后非常容易打理，然后清洗的时候呢也很容易。Cheers！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吧台，还有这个酒架，所以要在这里非常谢谢 V Plus 为我用心打造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其实呢，有时候你可以找一些朋友来啊，然后小喝两杯啊，虽然这个是汽水啦，小喝两杯啊，都 OK 都，啊，或者是谈生意啊都可以。然后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很喜欢在这边吃早餐，然后看这外面大自然的风景，我觉得很棒这个享受。那我这间家的餐桌呢是非常非常难找的，我找了很多店，然后也上网找了很多的网店呢，都找不到让我们满意的这个餐桌。后来一直到我们遇到了 Crown Living， 哇，我看到哎，这个就对了，这个餐桌非常适合我家的这个主题，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Crown Living 的餐桌。你看它椅子啊，还有它的桌子啊，是非常非常好看，很时尚，然后也很美观哦。接下来为你介绍我家的地板。那我家的地板是来自 Knee Floor， 这个地板呢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因为我的家是主要的颜色都是黑白灰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板呢它可以为我家增添一些比较 warm 的色调，所以我觉得它很重要。还有就是它可以就是防白蚁、防水，还有防刮花，然后也很容易安装和打理哦。那我之前跟这个设计师讨论说，我想要有一个单色的这个墙壁，可以让我在这里拍照啊、直播啊、OOTT 啊等等的，然后他就帮我设计了这个大圆圈，然后也要谢谢 Bisada， 他帮我特别定制、特别找到了这个大圆圈，而且是有灯的，我也很喜欢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大圆圈呢，你看前面这个饭桌这个灯也非常难找哦，因为他们这个其实是有连接的，所以看起来呢特别有这个设计感。那这个非常酷的黑色镜子呢是我要求要做的。那为什么要做呢？因为我觉得一间家如果有这个镜子的话呢，那个空间感会特别大，所以我要求一定要做，所以做出来哇，我非常满意，也谢谢 V Plus。那我家的整个 panel 呢都是来自 V Plus。哎，可是我们来了这么久还没有参观你的房间呢。我的房间啊，你们猜在哪里？到了。噔噔，就是这边 hidden door 也是 V Plus 做的哦，欢迎光临。哇，那这个是你们猜这个谁的身材？这个不是我的身材，我还在努力当中。然后也谢谢这个设计师 Stay Space， 我觉得他们很贴心，因为他们让我看这个照片，应该是希望我可以激励自己，赶快练成这个六块八块腹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带大家进来我的房间。哇。小色，你的房间很像酒店，是哦，很舒服哦。我现在才逛。是啊，我每次进来我都觉得哇，很放松的感觉哦。是。那我的床垫呢，是来自 Natura， 我超爱这个床垫的。
其实呢，认识我的人或者是我的粉丝呢，他们都知道我有这个失眠的问题，常常失眠。可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拿杜拉的床垫很神奇耶，我睡在这边，其实每一次呢都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完全的睡着，然后完全的改善了我睡眠的问题哦。哦，还有，我要跟大家介绍我的床架。那其实我的这个床架也是来自 Sofuni。这个床架呢，为什么要介绍？因为我觉得它真的超有质感。然后你看到这个床头垫，哇，非常有弹性哦，所以我很喜欢在这个床头垫看电视啊，然后刷手机啊，看书啊，真的超舒服的。那我 Master Room 的衣橱啊、电视橱还有 Side Table 都是来自 Unity Kitchen。我觉得家里呢安装这种壁橱啊，你看很高的壁橱是很有用的哦，因为可以收纳很多很多的衣服，尤其是我就是当艺人嘛，所以真的需要用到很多衣服。然后你看这里，哇哦，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衣服，还有这里我放的是运动装，还有很多就是唱歌的衣服是在隔壁，所以我觉得很有用。还有这里你看电视橱，我都是做这种壁橱。哇，真的可以收藏很多很多东西。那这个办公桌呢，其实是跟我的吧台同一个款的。你看这个，它的花纹都是一样的，是来自 Big Bus。我非常喜欢，因为这里呢，其实我常常可以在这边办公啦，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找灵感都可以坐在这边，然后望着窗口外面的风景，哇，可以找到很多灵感哦。那我房间的这面墙也非常重要哦，它也是来自 iPander 的艺术油漆，还有这个窗帘也是同样来自 The Interior， 同样也是有 Smart Home 的功能哦。哎，这两个小瓜跑去哪里了？喂，你们两个在做梦哦？啊？我们在拍 OOTD， 这个功能太奇怪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很神奇吧？你看，这样我是老师。欸，你功夫不到家不能的。你看我，然后这个我们没有啦，这个是来自 ST Glass 的这个镜子哦，特别镜子。来，借你玩。按哪一个？按 A。哇，是不是很神奇？耶，我超爱这个玻璃的，真的很谢谢 ST Glass 特别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哦。好啦好啦，你们两个不要顽皮，出去跟小树，我要介绍厕所，好不好？来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的 Master Room 的厕所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，因为我的洗脸盆啊、马桶啊，然后我的镜子这些挂东西的，还有就是放卫生纸的，都是用黑色。你看这些，还有这个洗厕所的都是黑色，其实还蛮难找的，而且黑色我发现价钱都会比较贵。然后里面这个冲凉的地方，来带你进来看一下，这些花洒都是黑色的，就连我的这个玻璃宣布还有宣布都是黑色的，特别吗？好，那谢谢。这个也是我家里所有这些 blind 啊，然后窗帘啊，都是来自 Interior， 还有这个哇，这个镜子我要特别介绍一下。你看它其实是除雾的，就是说如果你每次洗澡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雾啊，这边会蒙蒙这样子，然后你按了这个蓝色它是完全没有问题哦，完全清晰的。这个柜子呢也是来自 Unity Kitchen 哦。还有这个，我这个厕所其实它就是干湿分离的，就是这边是干的，然后里面是湿的。然后谢谢 SD Glass为我定制了这个，所以我这里马桶每次都是保持非常干的状态，非常好耶。那现在我非常非常期待，因为我要带大家参观我的 wardrobe room。那我觉得 Unity Kitchen 的强项，我以为是就是做厨房，然后没有想到 Unity Kitchen 做这些 wardrobe 啊，还有各种的衣柜啊，都非常非常的赞哦。你看。哇哦，非常非常有质感，然后这些真的是可以让我放无限量的衣服，可以放，应该可以穿很多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
我觉得重点就是在这里。当然，我非常喜欢这个黑色玻璃这个衣橱的感觉，因为我的朋友来这边参观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被这个吸引，他们说好像在 shopping mall 要买衣服的那种感觉。OK， 来，今天我的衣服啊特别优惠卖给你们。OK， discount discount， 有人要买吗？是，这里都是我啊穿出去演出的衣服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各种的外套，你看真的好多好多。然后有了这个衣橱，我觉得非常容易，也非常方便去分类。然后这些呢，就是我的包包啊、钱包啊、帽子啊等等的。哎，这里也是放包包。然后，哎，这个抽屉我也觉得非常好用哦，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物品在里面。我这边放一些直播的东西。然后这里呢，也可以在这里。OOTD 也不错，是不是？非常喜欢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这个，这个铁呢，其实你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个地方挂一些你可能觉得哎隔一天啊，或者是你准备好的衣服，你可以挂在这边，隔一天就可以穿。然后这个是 V Plus 特别为我量身定做的，谢谢 V Plus。我觉得衣帽间呢一定要有一个全身镜，那这个全身镜呢就可以让你可能试了一些衣服啊，穿搭了一些衣服，你就可以自己看一下全身镜，然后觉得 O 不 OK， 所以是很重要的，要谢谢 S Glass。 来，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梳妆台。哇哦，你看我靠近，然后它就可以自动亮灯，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你在这里按99，然后你看它会变暖色系啊，然后又变白灯，所以真的很好用，我也很喜欢。然后里面也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。总之我的房间，我这边家到处都是收纳柜。然后你看上面的这个墙壁也是这个艺术的油漆，来自 iPander， 所以我觉得为这间房间也加了很多很多的分数。那我还有一个重点要说的，就是这个橱柜呢，里面有这个，噔噔，这个是首饰啊、链啊、还有手链啊、裤带等等的一个收纳的格子，所以你东西放在这边非常非常好分类，也不会不见，所以我非常爱这个。你看，也是有 soft close 的功能哦，然后这些抽屉都有 soft close 的功能，非常喜欢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客房。那这个客房呢，是给我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我的家人突然间要来过夜，就让他们睡这个客房。如果你想来睡也 OK 的。那这个床非常舒服，来自 Takeaway。这个床呢，它很特别哦，它这里是比较硬，就是硬中带软，然后这边是很软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你们有一些人是喜欢睡软，有些人喜欢睡硬，所以就不会蒸，对不对？很不错的一个床 ，Takeaway。那这个呢 ，Side Table 是来自 Crown Living， 我就说 Crown Living 它的设计是非常时尚，然后颜值好看。你看它的抽屉也是有 Soft Close 的功能，非常的精致哦。那我觉得我对客人还不错吧，还在这个客房也准备了这个办公桌，来自 Crown Living， 还有这个办公椅也是来自 Crown Living， 我觉得它设计非常简单又好看。好，那接下来为你介绍这个很特别哦，这个就是 Zebra Blind， 大家看它有什么特别呢？你看，哎，这样子呢就可以看到，哎，隐隐约约看到外面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完全的遮盖，把外面的人都看不到进来，非常特别。也谢谢 The Interior， 很特别的一个 blind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铁花，来自 LDK 的铁花。我觉得有了这个之后呢，可以在这里非常安心的睡觉，我觉得贼应该都不敢爬进来，非常的安全。OK， 那我客房的衣柜同样也是来自 Unity Kitchen。 那我在客房呢就选了比较不一样的这个纹路，这个是有纹路，然后它颜色是比较浅灰色的，虽然看起来
跟外面的风格有一点不同，但是还是有达到这个主题的。那我一整间家的 Smart Home 以及 Security System 都是来自 Omdia， 然后我的这些 Switch 也是来自 Omdia 的，非常好看。你看这些都是 Touch Screen 的，非常好用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我觉得要特别推荐一下，就是你在回家的时候，你只要按这里钮呢，它就会自动全家的灯都会亮。然后你在就是出门的时候呢，整间家这些灯都会自然关掉哦，非常厉害。那除了可以用 Switch 来控制呢，我们也可以用 Omdia 的手机 App 来控制哦。比如说你要出门的时候，你按 Goodbye。